61人。我们恭喜荣获服务奖的小朋友啊，你们啊，给服务的精神啊，等于是给学弟学妹们一个楷模。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能够服务别人就是一种福气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我们啊校友会总干事，也是我们前任啊资深的啊校长会会长林超良林会长，掌声欢迎林会长。大家都给很高的评价。